大堆啊。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主绕境的香客们在整个绕境的过程里面提供了一些服务，然后我们有福慧床，然后我们有沐浴跟洗衣服，然后我们有这里提供一些面食，让大家能够从整个绕境的香客们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到诚品文化园区来，我们提供这些放松，然后能够让你稍微休息，然后继续跟着的妈祖回程到镇南宫去客服务了哈，就是一般香客在绕境的时候啊，他环境都比较差，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地休息嘛，骑楼啊什么的。那我们觉得说这样子很累，那我们就提供了我们的幸福大厅是有空调的，然后有福慧的床，大概120床，可以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很安心、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去休息。除了福慧床之外呢，我们在外面也有一个现煮的切拉米。素食的千阿米，那他们可以现点现吃，吃到最新鲜的这种食物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有提供了换洗区，盥洗的地方，可以洗衣服，可以洗澡，可以晾晒衣服，让香客在绕境的过程里面，在我们这一站可以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行囊，得到好好的休息。你要不要？